我们的疫情稳定，我们看到全世界都因为疫情受冲击，唯独台湾创11年来新高。我们认为经济成长的果实应由全民分享，所以调高基本工资15年来最高。我们在上个月28号已经院会决定调高军公教的薪资，今天我们再一次提出来，是因为调高薪资分为本俸，分为专业加级，包括在学校的学术研究的加级，以及主管加级多项，而且牵涉有用业务会禁用的相关同仁。我们认为经济成长的果实全民分享，这些辛苦的同仁也一样都是在整个行政团队中努力奉公，因此请人事总处、主计总处以及相关部会就整个在本俸调高后专业加级，包括学校的学术研究加级，包括主管加级，都同样能够调到4%。另外，中央或地方政府为应业务需要，以业务会禁用的相关同仁，但我们觉得都同样劳苦功高，也请相关部会协同相关单位朝4%这个范围优于调整。那我们今天做这样的决定，那地方政府可能有相关的困难或等情况，我们也希望能够给予帮忙协助。